乡最近的所托亲好朋友早安快乐，这段时间是咱昨天必胜宫为咱所提供的节目，咱收音之声调频广播网89.3做了播出。天气冷冷啊，凉凉啊，吼，哎，讲寒流呢，吼，北部应该是有差真济啦，吼，啊，即马就背心加个他一领，是外衫加他一领，还好啦，吼，哎，今日有人讲准提佛庙新旧真好听，梅香师姐再播一次哦 ，OK 啦，吼，只要你喜欢，没有什么不可以啦，吼，只要一声的欢呼，马上为你服务啦，吼。来，赵师姐，我那是咱长期的听友，嘛是吼，咱喜结善缘的护持啦，吼，好久好久了，为88.3听个节目，88.3二十几年前听个节目，哦，伊讲有88.3，伊就开始听，那听个新闻你们之声呢，所以讲吼，咱讲听友啦吼，大家拢当作是好朋友啦吼，啊嘛是甲某娘吼，当作厝内吼，咱。慈天必生公就当作回娘家，然后你讲很欢喜回来啊，有时在中岛搁伫遮食，伊讲食母牛，啊看到吼、哦、咱的大家孙兄叔姐吼朝气都那么好，伊讲吼足欢喜的啦吼，今日呢希望讲吼啊听一对吼准提座啦吼，啊是等来安道啦吼。哎，真的很欢喜呀！哈，咱的孙阿叔这有时间呢，较常登来行行的呀呢。世间，目油啊，上世间啦吼，
讲世间目药，目药馆啊，上世间，哎呦，世间都看是苦涩的人生啦吼。其实有两面，一面呢吼，一面是啥？是爱你啦吼，学会晓。另外一面是爱你体会啦吼，所以要磨你，也要磨练你。生活有时候会让我们遍体鳞伤，但是最后受伤过的所在呢，会让我们变成了最强壮的地方了哈、啊。所以讲吼，世间人讲有共同的命无，嘛有个别的命，所以讲共同的命吼都不能逃出这个共同的命。所以讲人生最有趣的话题就是你我都知道，为什么到头还是会死啊？所以说你不知道的是什么？因为吼、哦，无同时间啦吼，咱讲同一个时间来啊，无同一个时间走。咱有共同的命，就是啥？双生啊，双胞胎、三胞胎、五胞胎，吼、哦，啊有一个生十外、十外，拢是同迄个时间出来，吼、哦，啊同一个老母、同一个老爸、同个时间出来，哇，呢，迄外国人安尼吼，十几个安尼排排伫遐。共人有共同的命，有啊，但是有个别的命啊。好、哦，共同的命来到这个人世间，共同的时间，同一个时间来到这个人世间呐、啊。好、哦，差几分啊，几秒，但先抱出来，个后尾抱出来安尼尔。但是命长命短，拢无同款哦。造，好、哦，咱讲造物者就是这么的可爱哟、哦。什么人较早行唔知，什么人较早走唔知，同来这个世间，每一个人诶，好、哦。咱讲生活际遇不一样，而且吼、哦、啊，咱讲巧嘛无同款，吼、哦、成就嘛无同款，恁来同一个时间，要转去嘛无同一个时间咯、哦，要转嘛无同一个时间，大家拢知影，大家拢在讨论咧同一个话题啦。反正咱世间就是生死一条路，有来就有去，大家嘛知影讲有生必然就有这这条路爱行。咱唔知影讲咱拄到什么代志，其实安尼人生较趣味呢。啊！你啊，什么代志拢算会出来，就无趣味啊！吼，人生就是安尼，唔通吼啊！人甲你画一条路，咱就照一条路行；人甲你讲啥，咱就照安尼做。你被算定了，你以后会怎样？而老挂着算命所说的内容，看你烦不烦，恼不恼？当然烦，当然恼了吼。有的人会讲哦，啊，你都食到几岁，就拄到什么代志，伊自己干拢都敢藏在这心肝底。嘿，上面生的足准的，啊，唔知有准到什么程度无？伊家讲我当时食，吼、哦，唔知跳会过去眼无安尼？你被算定了，你以后会怎么想？你以后会怎么走？你都老是挂着算命所说的内容，每天都在烦恼，尤其是伫要搞啊迄个时阵，迄几年，你特别挣扎，特别挣扎。人家讲我几年都会去拄到吼坎。会拄到客，啊，我会拄到危险，我会去拄到什么代志？想早甲讲，伊就想早烦恼。但是咱人呢，有上温、中温、下温，吼，啊，佮有下温，确实有诶。伊就甲咱提醒，甲到迄个时阵嘛，提早甲咱提醒讲，凡事多小心啦、啊，多做功德啦、啊，多做好事啦、啊，吼，因咱有功德的来弥补大灾化小灾，大劫化小劫，也是啦、啊。啊，咱人呢吼，关关难过，关关过，颠倒有关卡的人活愈久啊，吼、哦。人讲辛苦白疼的人，底下咧看医生的人，底咧检查的人讲含烧肺的喏，含烧肺的讲内哭啦吼。哎、哦，比如这种烫白体吼，好、哦、作用的安尼吼，不管是拢红膏赤子的迄种啊，讲泡茶泡泡，讲话搞落啊，就搞落。你讲哼，迄种人足好死的呢，要咧泡茶，搁咧开讲咧，结果坐咧压落啊，就死呀。但是呢，伊要走呢，伊嘛家己唔知，坐落去嘛拢总无啥物心理准备啦吼。但是艰苦病痛的人有一样好处，伊也去检查，一检查就也去预防，啊，做了加食几年啊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机会是给不同的人，自己会创造的人，所以命运是由自己选择嘛，吼、哦，也不是注定的，啊，都唔是注定啊，讲当时我都一定会安怎，对不？无一定当时。一定会安怎？机会是由自己创造的，命也是长短不一啦、啊。做太多的假设哦，好、哦，生逢吉时跟生不逢时啊，命啊是
吼、哦，甲时间配合起来吼、哦，想当官的不能当官，想做太想做大事的又不能做大事，所以古早人都足济典故了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会甲咱讲啊，你要创造命嘛，要有时代来配合，吼、哦，时代吼、哦，你有法度吼、哦，因为应运这个时代，你。即卖呢，目前呢，拄好这个时机甲这个时代带动你的成就，所以讲每一个人吼，人讲人带来辉煌的气度，善带来优良的品德啦，吼、哦、动带来健康的身体，学业带来无穷的知识，精带来优雅的情操啦吼、哦，所以讲咱生活就是修行，要调咱家己的心境。所以命运会使家己选择无？会啊，这都毋是天注定，嘛咪看命说了算，嘛毋是看命说了算呐吼。人讲，咱来呢，来这个世间，因为拢有两条生门啦，吼，另一个就是死门，但是足简单呢，吼，生门就是往生的地方，死门落来就是死门。那么另外一个门，一扇门就是生门，就是升降。你要生就往生，往生，往生哪里？往生极乐，往生东方，往生好的去处，那叫做生，那就叫做生。吼、哦，那降了降四生六道啊，还一种为风都入去啊，吼，叫风都大地看看，叫十殿阎罗呢，吼、哦，精力力的安尼，安尼过来。啊，如果先被算出来了，被算定了，你以后会怎么样？那么呢吼，迄、那个人生就无解好，啊嘛是无解好过，因为咱逐工拢在想，想讲咱当时唔知会安怎，爱看咩可能唔知会准啊，未准啊吼。哎、欸，较早吼，咱就讲随吼，咱讲随便自然，啊是随顺自然，啊是讲吼啊，咱定咧讲啊，道本无言嘛，语言客道。法本无法，依法因心嘛。人灵方得，非得方人呐、啊。所以讲吼、哦，咱那绝意戒怒是保身的方法，说念安静是自家的方法。吼、哦，阿人嗲讲随便自然是省事的方法，行善修心是出世的方法。所以讲吼、哦，哎、欸，我定咧讲吼，咱人点点啊，无代表讲吼、哦、啊，因为这个人点点啊，吼、哦、啊，因为伊软弱都无所作为啦。其实，咱人想过到勇敢承受了吼，嘛凡事呢，继续做磨难呐。那么坚持吼路，凡事得比别人较歹行了吼。但是呢，咱讲生生世世的功课，修道是要用啥？吼、哦，修道爱外，人讲外王的属功呢去开创，就是咧讲有形的道务啦。但是要以内性的德业，你做有形的道务，但是嘛有内性的德业。来提升咱的心性，这就是办无形的道业所爱的内外兼备嘛，修道修心嘛，办道尽心嘛。所以讲世间道，吼、哦，就是每像拄只讲一体两面啦，吼，看你安怎做，安怎做，嘿，安都会拄到吼，啊，足济吼不可思议的问题啦吼、哦，所以拄到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就拄到啊，啊，莫自己感觉想想要改变别人。你干都在讲，想讲要改变别人，吼、哦，这样是不好的习性了吼、哦。你遇到代志，就要想讲你别人先改啊，我再来改啊。你先改，我再来改。你脾气也改改好，我再来改。每次遇到事，就是先想要改变别人。人讲地价，伊是想讲啊，我来改变我家己。这个观念影响一生呢，所以咱听讲一句的名言，会改变一世人呢。所以咱多听。吼，听一挂神知识，多看啊，就会当吼，多了解一挂事理啦吼。所以咱讲多想多思少过错啦吼，咱人啊多想多思少过错，那是一定的啦。你讲是不是呢？你那有需要服务，不免客气啦吼。是天必生光的服务电话：5916045。我关切多请咱给空我感恩。来，咱今嘛来听老子的道了哈，老子的道，邀请咱的道亲呢，作为来欣赏吼。啊，咱若是有需要服务，慈恩毕生宫的服务电话。啊，咱讲今日是10月14啊哈，咱11月初五
就是甲几海年的道，吼、哦、来做供上，吼、哦、咱神君啦吼，阿弟啊已经吼甲咱守护真灵呀，吼、哦、上神君，吼、哦、咱上树灵一十八宿五道神君，吼、哦、遐供上咱遐青啦吼，所有的万青星道都是为着咱的雕金拜道这个刀科，啊，所以咱讲几海年爱上。然后再过来十一月十七，咱再过来请假，吼、哦、啊来，吼、哦、来，明年的家主年呢，吼、哦，和咱呢，吼、哦，这个和咱讲拜道雕金礼道，吼、哦，和咱的道呢，啊，徛，搁再搁较有意义，扫落去呢，会当和咱呢，吼、哦，啊，咱讲道母、道车，吼、哦，九皇车君、北道，吼、哦，咱讲车君呢，吼、哦，南北道。南道祝福，北道消灾。好、哦，甲咱的每年过猪年的这个温度当调理哈。人讲心想哦，要事成，还是要运好、气好、能量好啦。你讲是不是呢？那需要服务，唔免客气啦哈。此人必胜公的服务电话：5916045。我关切多请咱加空五感恩。这是哈，第一首是音乐哈，第一首是音乐。主人必成功，服务电话5916045。咱那是需要香香环、速茶、贡物、小盘香、普灵灯啊。咱那是讲吼要寄送啊，咱直接卡电话然后啊，今嘛寄送，今日去寄，不一定明仔会到然后，因为较晚年啊吼。啊，咱的栽培啦吼，还是大型货运啦，伊讲有可能较拖，反正延一天啦吼，所以直接甲咱报备一下吼。对吼，哎，足有心的吼，过来哎，足有耐心的吼，豆豆啊听，都知影讲吼，伊的意境伫倒位啦吼。啊，如果还没有听清楚啦吼，哎，到底唱啥物吼，不要紧。哎，那个大宇师兄有时啊也把那个字幕铺上去啦吼，把字幕铺起哩。吼，啊，咱那是吼。啊！伫个节目当中，若要想讲了，若无够周至的，然后讲了无够透彻的，吼、哦，咱嘛爱多多包涵，然后，咱呢，咱如果讲到这个困积，吼、哦，咱就讲折水困，吼、哦，这内对面呢，还佫有一挂，吼、哦，还佫一挂没有说完的。咱昨来讲这个越王高震呢，吼、哦，伊时刻不忘报仇，说行，总有一天呢，吼、哦，伊往哪会当安怎？完成伊个愿望，然后，所以讲伫咱个人生个十字路口，
咱拢会当等一年、两年，甚至十年，苦心励志，咱讲五心吼、哦、啊长谈，十年生机，十年教训，时间呢，永远呢掩盖不了王者的风范，然后讲冠军的渴望，凤凰涅槃呐，浴火重生，红红呢将灰中吼、哦、振翅。冲天的时候，它的灿烂光芒照亮的又岂只是我们的双眼，那是一种残酷的美、哦、也是希望的美、啊、所以说、啊、我们人呢笑看人生要摆脱潦倒，当然、啊、一定要有励志、啊、所以今天要说的、哦、这个岳飞的满、哦、我们这个满江红岳飞伊嘛是这个吼，恁讲岳不伯王呢，吼、哦，伊写这个《满江红》中呢，写着讲壮志饥餐胡虏肉，笑谈饥饮匈奴血啦，吼、哦，待从驼梭时救山河，待江涛修习古山河，雕天阙，潦倒之时啦，哎呦，目屎呢，吼、哦，留伫心肝内底就好，唔通互伊流出来外口，互人看。讲时刻爱坚信着咱家己的目标，袂动摇。这《满江红》呢写得很好，吼、哦，壮志饥餐胡虏肉，因为较早就是拍呀恶人嘛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一经甲咱讲，讲困难的时阵呢，要经得起考验，那是最重要。爱学晓呢，吼、哦，笑笑啊看这个世间，然、哦、后啊笑笑啊看人生，是一种简单。淡薄的心境，啊，咱要来去看人生中的一切，无论得甲失，功甲过，快乐也是伤悲啦，吼，也是幸福，是痛苦，坦然，哦，安尼个过了，坦然一笑。所以讲，咱的人生呢，从哭泣声中开始的，哇，这个开始，生活道路呢是崎岖坎坷，吼、哦。人讲崎岖坎坷啦吼，所以讲咱只有努力争取，才会有收获；只有奋斗，咱才有结果。啊，所以讲人呢，情感嘛足丰富的人，伫个感情上的道路上呢，你嘛爱学也要控制家己呢，吼啊，善于把握自己，是吼，咱听讲真是有余，用你的心去感受这个来得不易的幸福生活啦吼。啊，所以讲吼，人最。富裕创造性的，用你的双手，用你的勤奋，靠你的聪明才智，用你的劳动去创造。咱的生活要美好啊，唔美好，无论讲咱的生活的幸福还是痛苦，无论你的事业是成功啊，还是遭到暂时的挫折，用你全部身心去感知，迄个叫做生活。生活就是要有酸甜苦辣，吼、哦。咱听你讲吼，嗯，人呢，吼、哦。今天来到咱这个身躯，融入这个吼、哦，早上跟中午、晚上那一种吼、哦、啊，早上起来的那种气氛，跟中午跟晚上都不一样。你出去外面走一走，看一看，再是去看诶，是一番无同款的风景，因为还有露水伫迄个所在吼，你在你的身心去感知生活。早上起来啊，你嘛感觉火真香啊，啊，到了暗时啊，你感觉风真凉啊。好，但是咱得身心融入，但无咱生活伫这世界呢，你也甲想美好，它就是美好。为什么要这样想？是因为咱的生活中有太侪痛苦，啊，搁咱伫这个白色尘内底，咱若欢喜的拢留无几工，但是若痛苦留几世人。人啊，甲你讲一句好听的话，你嘛记袂久，吼、哦、啊！但是迄个人若刺伤你，伤到你的心，迄句话。你永远都敢那紧该写伫个心内内底，背都背袂起来，啊那背起来老火。所以咱人呢，无得控制咱家己的情绪啦，因为情绪控管很不好。咱失去甲失败面头前，然后那要那一笑置之，落伫你的脚下，幸福掌握伫你的手中，啊看你要做啊唔做，吼啊咱伫情感的世界内底，你要安怎生活？那咧看你要用充满着。正能量去生活，啊是讲吼，你有闲赶快要叫我呢懒散懒散啊吼，啊自己干拢干那会安怎，拢讲负面呢？安尼呢，对咱来讲呢，并无好处啦吼。啊，所以咱常咧讲吼，人伫人生总是爱经过一番，吼、哦，咱讲
失败的挫折也是要经过一番的审视，才知道自己从哪里跌倒了，要从哪里站起来了。所以说咱常在说画画有挫折，人生也一样，有时候画在画图的时候，画到要好了，哇，再去发觉到对一道有瑕疵，那个瑕疵呢，你要怎样给准过，你是一个很严苛的人，你不可能说这样给准过了，所以说你就要整个给捏捏掉，画画掉，还定画，有时候画一笔，画两笔，画三笔，画到第四笔，也還那个画也还没完整，因为怎样，咱都会精益求精，好要更好嘛，好要更好，明明这样看着应该就可以了，咱也感觉那些没什么完整，还这有一点瑕疵，这还有一点创啥，你会想要还有固定画吗？会啊，那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啊，画图你也同样啊，画就像在画咱的人生同样，一定比咱讲画画更加的，更加的风采嘛，咱在画图呢，在画那个弯弯曲曲，有更多的挫折，你一定会学会坚强，不断向人生中的挫折低头，你就会输啊。所以讲画图画一百，不一定安尼一概画了就成功，反正伊也浪费足侪画图纸，浪费足侪，咱讲迄个彩色笔啊，也是爱浪费真侪时间，你才完成。一百，你感觉真满意，怎么看都没有瑕疵，左看右看都很满意的那个作品呢，因为呢，你才有法度安怎，你才有法度享受你的成就呢。要那无呢，你也感觉讲，怎么看都是这个地方有问题，怎么看都是这个地方有问题，你就会安怎，你就会改改啊。啊，那改改的时阵呢，咱在改当中呢，必然呐，咱会一届改过一届，两届改过三届，三届改过四届，嘛是要搁个改个最完美的那一幅，你才会公开啦吼，互别人欣赏。你家己欣赏未过的物件，你都无要公开。当家你感觉没有瑕疵的时候，你公开给别人欣赏的时候，别人会给你怎样暗赞呐？啊，你那是一个吼啊，清清菜菜个画画的罐台个高高处理就好啊。但是人家看到的瑕疵，人家说这个画，这个画家齁，完美中的不完美啦，齁啊，所以人求完美的人当然会比较辛苦啦齁。那么人生呢齁，回头看一下过去齁，咱是安怎行来，咱现在已经六七十岁啊，对一回换一个出声大声哭的时阵，吼，从生卡成背的时阵，大声哭的时阵，为迄口气开始，来到即马，咱也拄好六七十岁、五六十岁、四十外岁的时阵，你现在在走什么路？你在计划什么事？你在做的决定是什么？你的未来起所是什么？想一想，想着想着的哦，世间所有万物你拢抓未起哦，吼，啊，你即马来想想讲，人生五十知天命。较早孔子讲讲四十而不惑，即个四十岁都未使懵懵懂懂啊吼，从四十而不惑，五十知天命，六十逆顺啦，吼七十随心所欲啦，吼啊即嘛呢，没想多七十，那嘛是随心所欲的时候，但是呢吼，我们回头看了，你还有记忆的。为一岁开始无记忆，四五岁还阁无记忆，等下你读到一年，你都有记忆。那个时候呢，开始想你的这一路走来是值得还是不值得？你的这一生，你感悟，你觉得你是什么样的人生呢？吼，你若用安尼去甲看，就敢那咱人生咧画一幅图同款。迄个时阵吼，你要怎么样？吼？画你的人生，计划你的人生，要把它成为一本画布也可以啦齁。也希望说咱的道亲孙啊这啦齁，大家都天天开心，百事可乐。每天的回想都是美好的，以前的种种困境都过啊，那么未来呢还要更加加油啦齁。
燃尽红尘万年灰，燃尽红尘万年灰。打坐蒲团，残破前生今世因果轮回，善恶终有归。一句梵音，传唱佛陀大慈悲。传唱佛陀大慈悲，仰望明月，五斗阴晴圆缺，自古难全，取寒夜是美。礼佛遥望寺，遥视如来琉璃光，一生跪拜，放下执着妄想。礼佛遥望寺，遥视如来琉璃光，一生佛号祈福万众安康。药师佛菩萨，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，然后药师佛菩萨。那么呢，咱人呢吼，在咱这个世间上，然后每一个人都是用什么样的方式，然后啊去拜佛的，然后还是讲吼去拜菩萨的，然后咱是用什么款的心，咱讲拜拜。没想到说我们每一个人出世对读册一年的开始，我们先受到孔子讲的洗礼，因为我们入这个学校，我们就看到孔子，我们的孔子公进了学校的校门，你看到的就是孔子的坐像在那里，那老师呢看到的是说叫你要先跟孔子敬礼。所以我们小孩受到儒家的教育，当家你读册的时阵，入了豪门啦，我们都会看到儒家的教义。那么呢，咱少年吼、开始要做生意、要做头路的时阵，对三十岁到五十岁，咱呢拜的。那么正常人呢，也拜佛的正神，做生意人呢拜财神。吼、风都大地嘛是属财神哦。一个一代，咱讲阴宅嘛，有阳宅跟阴宅。好、五路财神、八路财神、什么财神拢好。好、咱的禅师公、金禅师公是咱的这个老海禅祖师所献化的，伊嘛是加金禅师、三加禅师，是因为钱加咧都无会放啊。好、这就是讲哦，较早的伊嘛是属于财神的一种哦。好、属于财神的一种。那么或者正神呢是分发地方靠坐的，就是咱的福德正神。按点来讲哈，拜佛的正神呐哈。拜佛的精神，你嘛是爱会晓讲呢。吼、咱讲砖头的土地公呢，吼、咱要哪去祈福？有时阵呐吼，咱讲天清地灵，五心清净嘛，公私两分，善恶分明。吼、就是咧讲到咱的佛的精神，砖头的土地公啦吼。因为吼、咱要去拜，不要急躁。吼、咱今日呢爱要拜神呢，心先把咱的啥烦恼全部抛开，心中一心一意想念想福德正神，已经进入我们的心中，才能人神合一的感应。然后啊，我们说拜神不用急，有的拜神三张香给用香给嗅嗅的，赶紧给拿茶的，不知道拜什么意思的，不知道。所以我们说拜神祈福相应法也是要入意呢。你看福德正神托你说托你报，你也要入意。好、我们一定要多严谨记在心。好、咱今日要拜什么神，咱拜某年嘛同款祈福，你要跟心性有相应。好、每天呢，咱要勤修行啦。好、在咱这个修静
人讲求佛求神，应该爱先修正咱家己的思想甲行为。每一天呢，勤修行，吼、哦，必可早日开悟嘛。啊，人生要有幸福，一定爱安怎？咱袂使名利修行当了吼、哦。所以讲，社会有这样子诈欺，吼、哦，不择手段，种种偏差的行为，这是足可怜的众生了吼。讲骗骗的，伊也无诈欺。啊，食伊规天安怎食，安怎吞达？你话你一天嘛食三顿。哦，人讲哦，食一青汤，阿嘛未饱一世人。为什么咱人要去共欺，要共诈，要共骗？所以讲吼，前头咱咧拜托你讲，咱讲种田啊，种五谷啊，吼，咱种水果的，还是讲咱咧饲精生啦，吼，不管你饲大只细只，吼，拢是去拜前头的托你讲。那么咱拜前头的托你讲呢，那么是安怎念念佛的精神？念佛的精神来讲，佛的精神较早以前叫做福德，张福德哦，伊是安那铺桥做路，伊来成为下的托利公，吼、哦，砖头的托利公。这托利公伊毛伊的历史背景呢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托利公，咱咧拜的时阵吼，咱嘛爱祷告呢，吼、哦，咱讲天清地灵，五心清净呢，吼、哦，公私两分，善恶分明呢。行善积德，天属心灵，吼、哦，德福勤修，我必精进啦吼。就是爱讲默默地主啊，我住伫倒位，我住伫倒位，我住伫倒，我是本境吼，搬、哦、来你的本境吼、哦，就是要有福德精神你来照顾。但是我的身心上向禀报，吼、哦，禀报，吼、哦，禀报种地主默默。啊，今日因呢吼，有拄到什么困难？我厝要卖啦吼，啊，对人去看拢未成，啊，要拜托托你公伯啊，甲斗三工。啊，是我咧种的五谷，啊，是讲我咧饲的绿畜，吼、哦，我拢要祈求哈，祈求托你公伯啊，吼、哦，一旦前来，吼、哦，啊，咱讲慈悲护佑，啊，你赐我智慧，赐我力量，赐我信心，让我有贵人来牵引相助，来排解苦境，排解困难。做生意人嘛，同款啊！人别人咧做生意，拢安尼作假，也拢排队啦。吼、哦，第一人也许是口感的问题，也许是里面的装饰问题。有个人拢爱看清气清气啊，啊，食了口感袂歹的。吼、哦，咱的店面有清气无？吼、哦，咱煮的物件口味好无？吼、哦，有下正人的意无？啊，恁今日去求福的精神呢？是要请福的精神，让咱智慧，让咱智慧，让咱信心，让咱来做生意。做生意不是讲托你公伯替你做生意的无啦，吼、哦！你要甲托你公伯啊讲哦，你给我信心，你给我智慧，让我知影公伯安怎做生意，要安怎结好缘，吼、哦！托你公伯啊，我三张香求就是要求信心，甲求智慧，你给我智慧，吼、哦！啊，我呢，甲内底整理哦清气，吼、哦，过来就是口味尽量甲研究，研究哦，甲人无同款，与众不同，吼、哦！啊，用品或者精神大慈大悲呢来。好感舒服，性温自闭啦吼！哎、欸，咱拜拜不是讲剥槟榔要咧剥啊熏吼，单挑槟榔要搁咧剥咧吼啊无法治咧啊三张香甲嗅嗅的，连惊咧都无，干那用三张香甲嗅嗅的，啊得去甲拜啊！你讲神要哪甲你保庇，嘛唔知道你来要创啥？所以讲吼，砖头砖尾发的大自闭呢，地主轻轻。人讲全程啊，前来求开示嘛，讲心中依依求开恩嘛，吼、哦，心向奉敬福德神呐、啊。所以咱定咧讲，咱人来到这个世间呐、啊，吼、哦，拢是爱吼孝奉嘛。啊，所以话你要看砖头砖头庙啊，对，福德精神咱砖头庙，比如地主平常时啊呢，要遵照着高圣贤的教化，吼、哦。咱讲智慧还未开的时阵吼，苦境若现前的时阵，就多阻碍嘛。所以讲，咱靠无智慧的力量来解决咱家己即马目前陷入的这个吼困难嘛。所以咱今日要诚心来谦卑，可以讲咱今日有避灰避垢香花，吼、哦，伫咱这个吼、哦，咱讲心性或者精神也好，逐渐来求助智慧力量信心，吼、哦，也是讲贵人来相助。哦，这拢同款。今日咱来到慈天必成宫，楼卡殿就是咱六方天上圣庙，殿中文武众神。吼、哦，一边祝生，吼、哦、爱敬，咱就来祝生娘娘了。同款，你嘛只要照这个意思入意，
观赏祖先的娘娘抱一个好漂亮、好慈善的、好聪明的小娃娃，来入伊，来观赏入伊。咱今日来求的是要求啥？哦，咱来拜妈祖婆，咱求的是要求智慧，还是要求消灾，还是要求解厄？吼、哦！但是咱今日呢，了解咱爱心，多做，人讲行孝道，多做善事，以报答天恩。所以讲，咱嘛爱会啊，知影讲吼，所有众神天界，伊会甲咱保庇，就是你的心，你的心有入意，你有感恩，安尼你举三张香才有效呢。我看有咧拜拜足匆忙诶。拜拜就较差咧，拜拜就较差，无讲半项，还是来咧拜个分咧。但是唔知影你的目的是啥，所以咱祈祷完毕了后呢，不要急忙啦，啊就马上，吼、哦，啊较紧咧，啊物件收收的就要来走，唔是安尼啦，吼、哦，我们要在旁边静坐思考，吼、哦，让吼、哦、咱讲啊，咱母娘甲咱神光，吼、哦，啊甲咱滴油，吼、哦，甲咱开智慧。尤其是要静心默念，好、哦、啊正心的默念。今日咱来要创啥？咱今日来是要求智慧、求开恩嘛？好、哦，要求好、哦、咱的心性，好、哦、咱有信心、有力量，赋予咱的智慧、甲信心、甲力量，和贵人来给咱斗帮忙。好、哦，啊，咱今日来要来求消灾解厄，咱的厄在哪里？好、哦，厄在哪里？咱来交多摆定来累残，赛车定来乒乒蹦蹦啊，这种的，咱要来求开恩。一切罪障，好、哦、是由什么？由你的心念而起。啊，咱开车无小心，今日拄到问题，好、哦，咱讲要来改车关都可以呀、啊。好、哦，啊，咱今日有时啊，吼、哦，咱讲，咱烧金化财骗啦，吼、哦，今日来遮啊，就是要创啥？好、哦，啊，要创啥？你甲讲个清楚，对不？啊，你若唔甲讲个清楚，三张香甲举咧，甲拜拜就甲插咧。啊，等下水果放伫桌顶吼，啊，香车烧车一半了，收咧就行。啊，唔知你到底是要求啥？心情嘛，感觉莫名其妙。你今天来者何意？你讲啊，你的心应该会通啊，对无？我无讲你嘛，知影我的困难。我无讲你嘛，知影我要创啥？不对哦，你无讲就代表你无需要，你有讲就代表你的心会开了吼。咱有时啊呐，甲甲人讲啊，惊歹势；甲神讲，就是解决啥？解决咱的心结。咱将这个困难难关讲给神圣听，希望神圣佛菩萨，希望母娘道祖，甲咱赐咱力量、智慧，吼、哦，互咱有信心，阁继续甲拼落去，安尼唔得着。好、哦、啊，来不要来匆匆，去匆匆了吼、哦。拜拜，一定爱安怎入意观想，然后你所要祈求的。生活一定会接纳，有我们的量子隧穿呐，吼，咱定咧讲三张清香，香烟缭绕通天台嘛。咱母娘就接到你的信息，道祖就接到你的信息，还是咱要求延寿消灾，玉皇大天尊、三观大帝就接到你的信息嘛，吼，是爱我的观想入意，拜不要躁，唔通安尼足急躁的，吼啊，赶紧要创啥，慢慢啊来。因为呢吼，才真正讲你三张香的气，啊，才有通达到天顶啦。你所有的要祈求的吼，才有有量子吼，啊，家你吼啊，为咧你想要我、哦、要接受个神圣的空间呢，去接受这个缘呐，吼、哦，去布这个缘。啊，所以人讲拜拜嘛有功夫的了，吼、哦，拜拜嘛是爱有耐心的呢。好、哦，恁、啊、今日做任何一项代志，唔是讲急要完成就好。啊、我都有来，人叫我去拜，我有啊，我有去啊。人叫我去烧金，有啊，我有去啊。啊，你有去都有去嘞，哦，不一样哦。哦，每一个人的存思定义，哦，在你家己的心性定格了后，想要树立力量、甲智慧、甲树立信心，你才我都真正去接受到迄个普遍，真正去接受到这个能量哦。所以有的人吼、哦，伊讲，哎呦，人阮都有滴拜，啊，那拢无感应。哦，啊，阮兜嘛才几啊尊神明了，啊，阮兜头定定拢发生一挂问题。我咧讲吼，这你袂使怪这桌顶啊无兴呢。有时阵咱人吼、哦，拢干那求，拢要求好诶。我那才三尊神伫桌顶，我拢要求好，我无咧求。唔好就表示啥？唔好就表示讲，这是无灵感，所以我无咧求，我无要爱无好诶。啊！你家想咱的福报偌大，咱到底有做偌济好事？
吼、哦，咱前世的人，吼、哦、是为国家奉献偌济，还是为人民百姓做偌济功德？啊，无你干那拢要求的，拢要求好的，甲求圆满的，甲求圆满的，吼、哦，要求赚钱的，要求平安的，逐项你拢要求圆满的，有一点点啊。出错也是一点点啊，过税也是一点点啊，无合理的意，你就感觉坐到顶遐，你就做家己的啊。啊，你那拢保庇别人啊，无保庇家己啊，我烧香是要创啥？对不？未使安尼哦。咱人的福报是为对来，伊日常生活加减啊去做功德，好、哦、加减加加减减，多做点善事，咱的心性伊嘛是安怎？有那种。善的能量，吼、哦，去跟你配合。哎，你这地主都有在做啊，加加分，像咱咧拍分数同款。这地主都有在认真行，有认真咧做，啊，都爱加加分嘛。所以人讲，行善造福的人必然有福嘛。行善造福人若无福，那天就无公平啊嘛。你讲是不是呢？就听一段《雷山老庙新歌》，咱即马拿来拿接近吼，咱要己亥年吼，十一月初五要下到日子啊吼，啊过来就是吼，咱十一月十七、十八、十九三天的吉安雷道发挥。那么呢，咱唔只是讲吼，咱要进入到咱慈天庇生宫呢吼，二十八周年庆吼，所以希望讲咱有足济孙兄弟吼，唔捌来过慈天庇生宫诶，咱嘛欢迎咱来结缘啦吼。那咱礼拜六啦吼，礼拜六毛咱吼啊北部啦吼，北部啊咱诶道亲呢，特别来进香啦吼，特别来进香。那梅香呢，真的非常欢迎啦吼啊，咱有一挂结缘诶道亲，吼啊都要来慈天庇生宫呢吼，来结善缘。啊，大家来回乡啊，结成姊妹啊，宫呢吼，咱拢真欢迎，吼，真欢迎。那这个雷山母娘呢吼，今日今日，今日功课要讲的是啥？咱即马来讲，任之为德大原地。母娘讲，任之为德大原地，忍辱之道本来性。定破时空包容心，树敌无常人事物，达成自在理想天。路是自己行出来，成就是自己选择。互家己有志可展，爱修炼，咱讲修炼在一味定清，修炼在一味定清，清净本心像高山呐、啊。任何空间心专注，调理心身力量持。何为善德尊仁义，气顺信地通万缘，通万缘，永远充实心心满，秘密精舍心贯穿，人灵不孤亦有形。
修一人生尽力变，自然精神光明溢，万念何如心心印，灭灰万尽牵虚缘，互通互含为一体，其中境界通得盈，国无良心生其道，修正其行分良好，愿人灵秀力上进，气质清洁无杂质，故能清虚生之体。那母娘呢？今天讲了这一篇呢，吼，嘛就是咱讲道改，咱只众生啦，吼，咱只佛祖莲露，还是咱只莲离红露啦，吼。伊讲讲咱人未吞论的，未吞论的，论未掉的。人讲论气求财，无论气都会烧台。先来讲忍之为德，忍上大的功德就是忍，忍之为德，大愿地。你若有忍，这个德行大，你就是一旦得到大圆智慧、大圆智慧。所以讲忍之为德，大愿地。忍辱之道，本来性，就是讲咱初初啦，人之初性本善啦吼。忍辱之道，本来咱的性就应该爱遵循忍辱之道，安尼才叫做本来。本来就是一粒种子落来无杂念、无污染的时阵呢吼，这粒种子本来就是有忍辱，你才有法度行这条道路，来到这个世间。所以跟你讲，忍辱之道本来性。定破时空包容心，今天呢，咱要在这个时空里面，你没有包容的心，你要怎么破？你要怎么破掉咱的习气和迷定？咱要怎么扣掉咱自己的功过和傲慢？所以说，师地无常，人事物啊，咱要怎么达成自在理想？咱要达成自在理想，每天要怎么过这个日子？咱说天天怎么过日子？要达成自在理想天嘛，路是自己走出来，路是自己找出来的。以前我们去山顶没路，我们也要喷出一条路。所以人家说，前人种树，后人乘凉。以前没路的时候走到有路，要去花莲，台东花莲那边，我们就要梦过那个隧道，没路开到有路。所以我们就说，心就是咱家己选择的，互咱家己有志气可展，路是咱家己创造出来的，所以咱来修炼，吼、哦，在咱这个一味定生内底，清净本心就敢那高山遐尼啊悬，任何空间心爱专注，所以阿娘甲咱讲啊，讲爱调理心心，力量持嘛，爱调理这个心心，爱用我们的真心去维持。力量是要长长久久的维持、啊、所以该讲何为善德尊仁义啦，气顺信地通万仪，永远充实心，心满呢，秘密精舍心贯穿。所以该恁讲吼，人呢吼，其中境界通德盈，那就是讲到后边去啊吼，国无二心生其道啦。每一个人若无私心，伊对我都先祈祷，那么修正其行分量，吼、哦，人讲何意思？就是讲，你要修正其行分量，这也少，爱看你家己啦。愿人灵秀力上进啦，气质清洁无杂质啦。咱人气若清就无杂质，个人清虚成，吼、哦、成个体嘛，成之体爱看你家己啊。所以今日呢，吼，咱雷山母娘呢，啊，甲咱讲啊，这篇并无深啦，吼。咱来当吼，咱讲人能不拘于有形，修之炼性，尽力变，自然精神光明溢，万念何如心心印，灭灰万尽牵虚缘，互通互含为一体。不是讲足深的道理啦，但是吼，它是可以让我们呢，吼，慢慢的去。去接、啊、慢慢的去悟，慢慢的去开、啊、开我们的智慧，慢慢的把信心提起来了、啊、其实修行也不是很困难的、啊、修心养性、啊、我们可以放给我们的心端，再来就是什么不要、啊、说起共高心傲慢心，不要起来三毒尽量不要染，
贪嗔痴慢疑，尽量要离开。那安尼呢，咱就会当安怎？就会当成就一个，咱讲真人见真人，莫说假话。吼、哦，啊，真人就是爱讲真话啦，吼、哦。所以咱必先讲今日个节目呢，吼、哦。讲到这，啊，咱若需要应用款速查广播小盘香普灵灯何丽美，啊，是讲吼咱的虫草王山高宝金家人，哦啊，咱啊这牛樟芝啊吼，啊金盖的蜂胶牙膏洗下去，下去个过站，布拖刀都会胖然后，啊，咱若需要讲吼要登记，哦，咱的吉安礼道，咱用这个啥传真机传真都会使，591781。那591781845，然后我关机，咱加空我感恩，今日节目就到这，祝大家吉祥平安，再见，拜拜。